有关本公司许姓同仁，在本年九月十一号于晚间上班途中，搭乘车站电扶梯时，因身体因素晕倒，经送医抢救，数天后仍往生。本公司对此深表遗憾，对其后事也已尽全力来协助，并从优抚恤，将积极来检讨保全与站务人力勤务之安排，也逐步增加车站服务人力，加强旅客之服务。